心期待，祝奇妙。
到阳光缓缓升起来，我心不再犹豫不决，任何困难领导我仍要选择主的旨意，在神的光中向前行，弟兄姐妹，欢迎大家再次回到神的家中，以便谢播道会。在还没开始之前，邀请大家站立起来，我们照样找两位朋友，跟他说：“耶稣爱你，耶稣爱你，耶稣爱你，耶稣爱你。”Test test。你要讲，好好，我们等一下吃饭的时候还有很多机会跟彼此的来、交流。让我们今天读今天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是在诗篇第144篇第二节，我们整齐来读。他是我慈爱的神，我的堡垒，我的高台，我的救主，我的盾牌，我所投靠的，他使我的人民伏在我以下。让我们今天一同的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这个又真又伟大的神。哈利路亚。神的子民，遇见你，天要敞开，神的道传遍，因为我们渴慕寻求你，在这里，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神迹将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神的子民何以聚集，热切期待遇见你。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
献奇妙身体彰显你，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在这里，耶稣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你将和在这里，荣耀在显奇妙神迹将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临在这里，你临在这里，这里就有自由，神灵自由运行无止境，一山倒海洗洗，坚定不断升起，期待伟大神作奇妙事，你能立在这里，这里就有自由，神灵自由运行无止境，一山倒海洗洗，天地不断升起，期待伟大神作奇妙事，在这里，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你将和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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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你将和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哈利路亚，我们把掌声献给我们神。哈利路亚，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哈利路亚，神啊，你的灵在这里，那里就有自由。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哈利路亚，神啊，你是我们的神，我要切切的寻求你，在干旱疲乏之地。主啊，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主啊，我们要敬拜赞美你，主主带领着我们。你是我们永远的福分，我们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我们的敬拜。我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定睛在你的荣美，世上一切变暗淡，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我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定睛在你的荣美，世上一切变暗淡，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风采里，能不能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我属于你，
是我永远的福分，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毕竟在你的荣美，世上一切变暗淡，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能不能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哈利路亚。当事情不是我们的时候，让我们静下我们的心来，让我们把我们的心交给我们的神。我们何等的恩典，时刻都能够这样敬拜赞美我们的神。弟兄姐妹，如果你有什么事情还没有放下，现在我就邀请你们放下一切的重担，一切的托付给神。今天神要我们全心全意的来敬拜，把我们的心交给我们神，因为神悦纳我们的敬拜。弟兄姐妹，让我们在唱一次的时候，让我们把我们的心完全的献上给我们那位真神。献上敬拜，定睛在你的荣美，世上一切变暗淡，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更多爱你，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主啊，谢谢你。主啊，谢谢你，我们来敬拜赞美你，我们能够寻求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说道，感谢神啊，他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把胜利给我了我们，所以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啊，我们要坚固不可动摇，常常竭力
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我们要靠着神，靠着主耶稣得胜。哈利路亚。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软弱的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再追踪打转，是你带领着我的生。在你爱里，我要宣告。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软弱的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再追踪大船，是你带领着我的生。抱着耶稣的生，抱着耶稣的生，抱着耶稣的生，从此生要靠着主爱去的生。靠着耶稣，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软弱的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再追踪打转，是你带领着我的生。靠着耶稣，靠着耶稣的生，靠着耶稣的生，从此生要靠着主爱去的生。靠着耶稣的生，靠着耶稣这主恩更广阔，是你带领着我的生。靠着耶稣，靠着耶稣的生，靠着耶稣的生，从此生要靠着主爱去的生。靠着耶稣的生，靠着耶稣这主恩更广阔，是你带领着我的生，是你带领着我的生。哈利路亚，我们掌声献给我们神。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能够靠着耶稣得胜。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门。弟兄姐妹请坐。好好，再次欢迎大家回到神的家中，我们也欢迎我们的Frank 弟兄还有 Lin 姐妹也能够再次的来到我们当中，一起的来敬拜赞美神。还有谁还有哪一位弟兄姐妹第一次在我们当中，能够向我举举手挥挥手，我们也能够欢迎你，有吗？没有，就我们各自欢迎我们彼此。好，现在是奉献时间，让我们一同为奉献祷告，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哈利路亚，亲爱天父主耶稣，何等的恩典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何等恩典我们有足够的金钱献上我们的奉献。求主悦纳我们的奉献，使到我们一片一切家中有粮，
也使到每位弟兄姐妹愿意奉献的弟兄姐妹甘心乐意的奉献，使到他们时刻都有你的恩典，带着你恩典满满到他们生命当中。求主保守着我们弟兄姐妹，保守着我们的教会，能够好好使用这些金钱来扩张你的国度，使到更多还没有认识耶稣的弟兄姐妹能够来到以便一些当中认识你。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感恩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现在是家事报告，稍微过后请大家用姐妹能够留下来一同跟我们享用午餐。今天的奉献是由佩燕姐还有 Lemieux 小弟兄奉献，我们感谢感恩。接下来每个星期一的生命塑造课程将会在8:00到8:45举行，将会在我们的线上举行。如果你有意思参加的话，可以在我们的 WhatsApp 灵修平台有那个生命塑造课程的连接，所以你可以点击上网。好，接下来我们每个星期二也有我们的祷告会，是在8:00到8:30在我们的 WhatsApp 平台进行。这个星期的带领者是宝玲姐妹带领。好，我们下个星期也会举行我们的每周一次的今天4月23号将会举办我们的家庭会议，也请大家能够留下来能够关注我们教会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好，还有我们的年度家庭会议，举手有谁参加了，报名参加了举手，好像很少哦，我听说有40-50位是吗？只是我看到举手的好像没有40-50位，可能大家都太害羞了哦。还没有报名的，我请邀请大家能够尽量的能够出席哦。我们节目很丰富，也能够在这个5月1号当中，我们也能够彼此的来学习。好，接下来我们这个是我们的Wendy 姐妹今天要来分享，所以我们邀请我们也来邀请她分享见证。弟兄姐妹平安。This is the only 中文 I'm going to speak is I'm going to speak in English. I'm so sorry, but as I forgive me. Yeah. My 3-year study in Singapore Bible College is soon come to an end. So I will graduate as I in May. So same as I my serving here. So my serving here is I will end as I April. So.Next week is like next Sunday will be my last Sunday here, but I will still join at the 1st of May is like the family is like meeting. So taking this opportunity, I want to share like some of my learnings is like in Ebenezer. I hope it like will be encouraging to you, because I feel very, very blessed is like to serve, is like to worship, is like alongside with you all.
So before coming to Ebenezer, I have been in one church in Hong Kong for 20 years. And I've been doing a lot of things in my own church. We have around 300 people, and we consider small. But when I come to Singapore, when I tell people that my church is 300 people, they will say, oh, your church is quite big. But anyhow, so my church is in a residential area. So people will walk, most of my members will live nearby. So they will walk 5 minutes, 15 minutes to come to church. So for me, it's a little bit eye-opening to learn that some of the uncles, aunties, you need to take 2 buses to come to worship in this church. And also, I have a lot of respect for you. It's really? So you come to this church? So that's why you love this church so much. So for the 20 years in my one church, so coming to Singapore, then I want to learn something different. I want to get this different exposure. So I remember when I was thinking, which church is the school, I hope it's the school that will place me to. Then I whispered to God, saying that God, can you put me to a big church? Can you put me to a church with a big building, lots of facilities, many fancy programs for me to learn? Then I'm thinking, that would be good for me. But at the same time, God is very humorously, miraculously changed my mind. Right before his meeting as a pastor, he talked to me. God talked to me and said one day, maybe I need to go to a church that I can be of use. God can use me. So I recall the first time meeting pastor. I met as a pastor. We need to do some interview. So he need to interview me. And we met in the hawker center opposite to my of my school, together with my professor. Before the meeting, then I visited the websites, the church website and everything. I also listened to some of the services, some of the sermons. And I was very impressed by the color tone, by the look and feel of the website, by everything. I thought, good, this church has good taste. Then I'm not sure if Pastor, you recall our first conversation, the first meeting. So since I know Ebenezer is a small church, right? Also at the time, it's only 10 years old. As compared to my church, it's also quite a young church. It's also compared to a lot of churches in Hong Kong. Then I wanted to know how things work. Then I asked Pastor, I want to know how we build and expand the church. Then I asked Pastor, what's the strategy? What is your strategy to grow the church? So at the time, I thought that is just the right question to ask. Because coming from Hong Kong, we ask everything, except age. So we don't ask people age, but we ask everything. But at the same time, it's quite a big question. What is your strategy in growing your church? I thought that, it's a little bit, now as I thinking back, it's a little bit arrogant to ask. Pastor thinking, who are you? Year one, Bible school student, just ask me this big question for me to then follow up with 20 minutes presentation, what I have been doing in my church. But I really thank God for letting me ask this question. Because Pastor is so calm, so kind, so wise. He's very confident. He wasn't being offended at all. So he told me, this is a very good question. He replied, first of all, this is a very, very good question. And he answered me, this is what I'm doing, so what I focus on. And I really learned so much from Pastor. Not only is God answer my prayer by putting me in a church that I can be of help in many ways, that I can teach as a youth, I can teach as children, I can practice what I learn. But God also answered my prayer in an unexpected way. Because on the surface, we are a small church. We have 100 people worship here, but we have everything. So we have fancy programs. We have a lot of things that I can learn from, I find in a small church. Can I go to the next slide? The next one, this one, okay. Yes. So the best phrases I would describe as Ebenezer is Ma Jack Soy Siu Mjong Koi Chun. So everything the pastors, the leaders, you put together is very, very nice. So the church has taste, the color, the website, the festival, decoration. Everything is superly nicely done.
everything is like, wow, it's like, wow, this is so good, this is so amazing. For Easter, it's like for Christmas, for Chinese New Year. And I always say that, it's like we don't really have a big budget, but God is like surely provide, and also God is like surely give you a lot of wisdom and also the resources to do what we need to do in order to show us how great is the love is like to God and also to his church. And every week is like we have two instruments is like playing, it's like plus it's like three worshipers. As I mentioned, like we have also one is like at the back, is like vocalist. It is also not easy. Many churches, they have more people, 300, 400, 500 people, but maybe they have just as a one piano. They possibly have as a one is a like main vocalist, the others are like backup singers, but just like for you guys, every one of you, you are the main vocalist. So this is really amazing. And I, every time is like, I'm very, very touched and by the worship every week. That is like you guys as I like bring as a like brothers and sisters together to worship our God, is like to give like our praises to God. I think it's like, it is really amazing. And also I would think is like for our children's Sunday school, very deluxe. All the time it's like, okay, it's very deluxe. It's just like it's like a Royal Caribbean. Because it's like with fancy toys, it's, you know, it's like all the toys, it's like programs, decorations, kind of whatever you can think of, it's like we have it like in our Sunday school. I talked to like one of my classmates is like in Bible school, because at the times that we need to prepare is like for her children's camp in her church. So when we were working is like on the handicraft, on the games, is like activities, I asked her, okay, oh, do you have this? And then she said, no. And I think was like, we changed the idea, and I said, okay, oh, do you have this? And then she said, no. I would think, I said, why don't you have this? Your church is so big. And then you guys have so many years of experience, as I always history, right? And then you can buy everything in Shopee. It's also not that expensive. Why you don't have it? But of course, it's because I see everything here in Ebenezer. You have everything. So, and then I asked her again, so, oh, do you have this? And then she said, Wendy, stop asking. We don't. So then I realized not every church in Singapore is like a site, ours at Sunday school. Just like say, really is a Royal Caribbean. Ying Yao Jun Yao. But I think it's a, let's set this straight. For the handicraft, to say for all the games and everything, and not to spoil the children. As a matter of say, we teachers, we need them to make it fun, to make it our teacher lively, creative. For them it's like to know God better. Other than listening to the Bible story, through the games, to the handicraft, it intensifies the teaching. So as a matter of fact, it's like teachers, we are the ones that are being spoiled. So then of course it's like we know it's like the children say like they got to know God as a like bearer, they find it's like they're very proud of their church. And then they being the little angels to invite their friends is like to come to our church to worship, which happened as like a few weeks ago in our Easter party. Also, I don't know every one of you deeply, but I also see how you live yourself out your faith. Your warmth, your care, faithfulness in serving, your humility is like, in serving is very, very encouraging. I learned so much as I like, just from seeing you, yeah, far and also close up. Though it's like we are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 All the time I'm thinking, okay, we are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 There's nothing. There's no school is like beside us. How are we going to do outreach? And there isn't a cross is like outside of the building, wherever, to tell that like, Jesus is here. But we tried our best is like, to break through is like, our limitations, to bring new friends, be friendly with them, just simply like, to share love, to share grace, and most importantly is share the gospel, which is like, I really deeply is, I respect is, like, every one of you. As I shared before, is, like, I all the time think is that like, Ebenezer is like the church is like, in the book of Acts. Finally, I must thank the Pastor Jia Jia, Fang Lin Jie, Grace, Karen, Frankie, Sirong, Li Ju, all the deacons, I hope I have not forgot anyone, for the leadership, because I see how they protect and also sustain a very transparent, very loving and caring culture for the church, which is not easy. A lot of churches fight, which is I cannot allow people just as I come to give us our best, come to love us one another in a simple, pure way. So thank you for ensuring the church is going forward, also ensuring not any one of us is being left behind. So lastly, as I bid a farewell to my church in December 2020, now it's 2023, I would say I'm going to take 2.5
yeah, some leave is like to study because I'm not going to worship there. Today I say the same thing. So now I'm going to finish aside my cruise, it's my Royal Caribbean cruise, and go back to Hong Kong. I'm also going to, just as I take leave, is that from you guys? I hope it's that one day that just that we can come together to worship again, to serve again, to bring us like people is like to come to Christ. And also I pray that just like this Mahjong is like will grow as a bigger, more beautiful. You'll continue sing many, many praises to God, that God is that will watch over every one of you. Until I see you again, is that he's my prayer for you. The Lord is that will bless you and keep you. He will make it say his face shine on you, be gracious to you. The Lord is that turn his face toward you and give you peace. And for Ebenezer, I pray that is that the word is that God will continue to spread. The number of disciples in Ebenezer will increase is that rapidly. 愿神赐福大家，一切荣耀颂赞归给我们的天父。Thank you so much.好，我们再次把荣耀献给我们的神，感谢主，感谢主。我们多年来呢，就是有这个机会呢，跟新加坡神学院配搭，从李牧师开始，直到我接棒的时候呢，我们每一年都是跟这个新加坡神学院有配搭。那这是第一次呢，我们跟新加坡神学院的英文部配搭。也是第一次呢，我们有这个，我可以说哦，神学生不单是在那个青少团契里面服侍啊，他同个时候呢也非常的积极，也来到这个主日学，还有真的坦白话说，也常常留下来啊布置啦，然后呢参加小组啦这些等等，真的是一个非常就是。非常有美好的那个配搭，跟的 Wendy 姊妹非常美好的配搭。我相信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能够彼此的学习，彼此的造就。好，让我们再次掌声谢谢我们的 Sister Wendy， 也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你，愿神赐福你，大大的使用你。感谢赞美神，让我们低头祷告。是的主，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就是我们服侍对象。主啊，不管我们身处在新加坡、香港、马来西亚、中国哪一个地方都好，主你的灵都遍满全个地方，让我们有幸的人、有福的人，我们就是定义要选择主来服侍你。主啊，谢谢你给我们这么多的机会，谢谢主给我们这么多的良机，能够在我们各自的岗位里面见证主你的名。此刻求恩主再次高抹孩子的口，让主你的圣灵降临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晓得我们的灵要再一次的敞开，因为鉴察万民的圣灵今天要透过他自己的道赐进我们的灵魂体，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135年前的时候呢 ，Alfred Nobel， 我们大家知道这个人的名字，他是一位发明炸药的这个发明家。那话说呢，135年前的时候，他的弟弟过世，但是报纸竟然刊登错误，在他的那一个讣告里刊登是他死，不单是刊登 Alfred Nobel 这个人死啊，他的那个标题是写这个The Merchant of Death is Dead， 他的描述呢就是呢提到这个人他这个死亡商人已经死掉了。想想你是那个 Alfred Nobel 看到的时候呢，非常非常的震惊，也非常的难过。好了，然后呢这个 Alfred Nobel 他就当下他就立了一个心志，他不想遗臭万年，他就想，我既然有这么多的那个财富呢，我要选择来
奉献，我要选择来做一些的慈善。好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所以呢 Nobel 这个诺贝尔这样的一个奖就这样的产生了。好了，这个炸药的英文名字是叫做 Dynamite。今天要提的就是 dynamite 这个字啊，是出现在圣经里面。dynamite 它的原文就是 dynamis 一样的意思，就是代表就是能力 power 这些等等哈。好，今天呢，我们就要来到上帝的话语里面呢。我们现在在查考这个《使徒行传》，我们知道《使徒行传》就是呢记载了当时。耶稣降世为人过后呢，他升天之前，他跟他的百姓门徒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就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这样的说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谁是你们？就是你跟我，你们就必领受能力。这个意思就是 dynamite 或者 dynamis。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人。好了，今天这个圣灵的能力，他提到每一次提到圣灵的时候，这是代表什么？就是等于 power 能力。我上个月问到有没有人说我不要能力的，有没有？肯定不在这边里面。今天圣灵已经降临在哪里？在你我的身上。假如我们还不知道的话呢，透过今天的讲道，你一定要不单是领受，你要把这个灵力啊，你要给它启动出来。好，这个灵力 dynamite 炸药哈，它的原文就叫做 dunamis， 就是代表能力。什么意思呢？全是能力力量。好，你看 1B 特别的，诸如行奇事的能力啦。什么是能力？什么是把握的意思？就是哦，你靠着自己的肉体没有可能能够做出来的 ，impossible， 靠你自己个人做不出来。但是现在有圣灵的能力覆盖在你身上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原来我为什么能够做呢？啊，你就会知道这个是圣灵在你里面。好了，我们进入今天的经文，短短的一些几节哈。我们首先看第一节，五旬节到了，他们都聚集在一起。五旬节到了，他们都聚集，谁是他们？就是耶稣的门徒。假如各位还记得的话呢，《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的时候呢，有提到有120名的耶稣的门徒啊，聚集在那个 upper room 那个楼房，就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当时耶稣已经复活了，对吗？耶稣复活，然后在地上多少天呢？你们还记得吗？40天。耶稣有没有升天？没有。40天过后才是 ascension， 才是升天。40天 ，right？ 所以呢，你要记得五旬节是讲50天哈，就是五旬节，就是耶稣复活过后的第50天。50天过后，他就 我改正了。耶稣复活过40天，他在地上过后，他不就升天了？门徒不是看到他升天哦？对哦，对哦，记得哦。五旬节的意思就是升天过后的第50天 ，Pentecost 五旬节就代表50天了哈。升天过后第50天哈。就是圣灵降下来了哈。OK， 我们提到刚才提到这个有一些名称呢，我们将我以短短的时间跟大家提到五旬节。犹太的那个宗教，他们有三个主要的那个节日，就是逾越节 Passover， 然后这个五旬节也是叫做七夕节Pentecost 或者祝棚节 Sukkot， 或者是有几个名称呢？有几个名称，那个希伯来文有几个名称祝棚节。所以我们看一下 Passover 就是纪念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日期了。然后祝棚节呢也是一样的，纪念他们。然后呢，以色列人啊，他们出了这个埃及的时候呢，他们就在旷野四十年，他们就纪念在旷野四十年呢，他们就住就建了那个棚啊，这个叫住棚吗？住棚，然后上帝怎样供应他们有这个食物这些等等，这个就叫做住棚节。然后七七节呢，就是什么呢？哦，原来在那个耶稣 ，OK， 原来在那个以色列人的时候啊，这个 Passover 的时候 ，All right， 耶稣是 OK，Sorry、okay, 啊 ，OK， 耶稣是在这个 Passover 的时候，羔羊被献的嘛，哈，被献。七七节就是代表呢，耶稣五十天过后被献过后呢，五十天过后他升天，他复活，这个就是七七节的 Pentecost， 或者是我再解释多一次哈，解释多一次，这个或许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五十节也被称为七七节，它代表这个收割，就是在这个节期呢。这些当时以色列的百姓将那他们的出熟的这个果实奉献了给神，奉献了给神，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日子，在古以色列的时候。然后来到了新约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耶稣是在逾越节的时候被杀的，然后呢，五十天过后就是这个Pentecost 五旬节。那新约的这个五旬节跟旧约的这个 Passover， 那个两个都是代表是你把最好的献上，就好像耶稣把最好的，上帝把最好的献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意思。好了，现在呢我们要来看第二节的时候呢，在五旬节的时候，就是耶稣复活过后的第五十天的时候，发生了一个很奇妙的事情。他就提到，忽然就是没有心理准备下呢，这一群人在那个楼房里面 upper room 里面发生了一件事，忽然有一阵好像强风吹过的响声从天而来，充满了他们坐在里面的整间屋子，有强风吹过的响声，就好像这样，那风突然间来，你看听到这个风吗？风你有没有看得到？看不到那个风，但是你听到那个声音，呜，很大声，就像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发生在，还是就发生在我们的教会这样了。哦，强风这样发生，就是这样的情况，在当时。然后呢，过后呢，不光如此，有了这个风，哦，有声音响声吗？同个时候又有火焰般的舌头显现出来，分别落在谁的身上？就好像我们的身上了。我们这里大概也是有一家孩子，大概130-140左右哈，就这样的情况，一模一样的情况。他突然见我们坐在这边的时候，哇，那个风很大声吹过来，还有火焰般这样降下来这样。然后呢，我们看了呀，他们啊，他就讲了，现在这个字圣灵出来了。使徒行传里面是讲圣灵最多的一本书，整个新约记载圣灵大概有90多100次，使徒行传就出现了50多次。他们就说突然间他们就被圣灵充满，就是我们这里每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了。之前有没有这样？ No， 之前没有，现在发生了。就好像你想想，你现在突然间圣灵就充满了我们，就照着圣灵所赐给他们的这个口才，用别种语言说出话来。圣灵代表这三个，刚才我们看到的图画，旧约叫 Ruah， 然后新约叫 Pneuma， 这个圣灵的印记就是有这个响声，所以你看响声，然后呢那个风你可以感受到风，同个时候那个火你可以看得到，这个就是描述那个圣灵。所以呢，常常你看到圣灵等于就是有风啦，有声啦，还有 breath 气啊，甚至水也是代表清洁，这些叫圣灵啦。所以你记得刚才我们看到有出来，
然后呢，这一些人就充啊圣灵充满，就照着圣灵给他们的口才，用别种语言说出话来。就好像我们现在这里说，啊，我是啊福建人哦，我不懂得怎样讲福清话，也不懂得讲什么福州话、海南话，这些我都不会。那但是呢，突然间呢，我讲出了这个啊福州话啦、福清话啦，我不懂我在讲什么。所以讲方言的人记得一点 ，Number one， 你讲什么，你个人懂不懂？不知道，听的人懂不懂？懂，这些人他听得懂。然后你就在看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那时住在耶路撒冷的有从天下各国来的虔诚的犹太人，这声音一响，许多人都去。他们听到了嘛，对吗？他们就听到，然后人人都听见门徒讲出听众个人本乡的话，就莫名其妙了。All right， 好像这里120个人，突然间他们讲了，讲每一个人讲不一样的话，那一些陆续的进来，他们莫名其妙了。然后呢，他。有些人反应是又惊讶又惊奇，说：“哎，你看这些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加利利人的意思就是乡下的人，没有受什么没有什么教育的了。但是奇怪，没有受教育的人竟然能够有这个能力讲我讲的话，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讲我们从小用的家乡话呢？”啊，然后这边就讲不同的人了哈，不同的人就在那边了啊，有犹太人，有归信犹太教的人，不同的人，然后呢又讲到克里特人以及阿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语言讲说什么啊，这个是重点，这一些讲方言的人是讲些什么？讲关于自己的事吗 ？No。这个是重点，但是呢，我们讲方言惯的人哦，我们从来没有这个在我们的头脑里面。他们讲的不是一个奥秘，首先 number one 要断定知道这一点先，然后你就会走得更加的靠近圣经那边。不是讲奥秘的话，不是讲很神奇秘 ，no， 讲什么？这章哈，你一定要知道，是因为呢。第一次记载圣灵降临的时候，根本讲的时候是讲上帝伟大的作为，放在你的脑海里面。今天你忘记什么东西 ，is fine， but 这个你不可以忘记。讲说神的大作为，众人还在惊讶迷惘的时候，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啊？那些人的反应有两种，一种就讥笑啊，有一点带着那种讽刺的啊，你啊，胡说八道啦啊，这样责怪他们呐、啊，也不屑的那种啊态度。他们是给新酒灌醉了哈啊，有一些的那个人就这样说了，但是有一些是真的是惊讶，他们真的是很赞叹。那另外一种人是把他看成是哦、啊，你是乱讲话的那一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再回来这个字哦，圣灵充满就是照着圣灵所给他们的口才，用别种语言说出话来。第一次的圣灵记载的时候呢，就提到在当时的第一间教会的时候发生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这一些人就讲了那个方言，然后圣经描述是圣灵充满了他们，以致他们能够讲出别人听得懂的那一个方言家乡话，个人本身听不懂，这个就是方言哦，这个就是方言。然后呢，刚才我提到《使徒行传》，这里提到圣灵哦，是最多一卷的书，占了大概整50%。100次提到那个圣灵，这卷书就占了50%，在整个27卷的那个新约里面记载，好、哦、记载了圣灵90多次，使徒行传就讲了50多次。所以你提到圣灵，你一定要跑来这本书使徒行传。还有另一卷书是什么呢？
哥林多前书，就有这两卷书提到圣灵充满，提到圣灵充满跟讲方言的这件事。好了，有一个学者呢，他就做了这个，我觉得很好了哦，他就把这个圣灵跟说方言的经文呢、归纳起来，分成了四大类。我相信这个你从来没有看过的了，这个比较很有系统的来分析。他就分析，他说圣灵充满这一个词汇啊。圣灵 to be filled with the Holy Spirit， 也提到方言的意思，就是一提到圣灵充满，然后呢，紧接下来就提到讲方言，只是记载一次了。提到圣灵充满，但没有提到说方言，有十二次。你要懂他的哪一些经文，你可以跟我讲，因为太多太多了，我无法打出来。圣灵也提到说方言有两次啊，你看。提到圣灵的时候，但没有提到说方言，有25次。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呢 ？OK， 然后我们来看做一个数据了。他说说方言发生的频率哦，在圣灵工作所占的比例不到10%。换句话就是说呢，每一次提到圣灵充满，每一次提到讲方言，只是区区不到。10%。好了，这里我有一个问题，耶稣被圣灵充满，大家同意吗？同意啦，这个好，很简单，耶稣有没有被圣灵充满？肯定有啦，圣父圣子圣灵吗？那耶稣有没有说方言？ Yes or no？ 原来是你没有，你怎么会知道没有？ OK， 圣经 silence， 他没有讲到耶稣有没有说方言，不在 because 圣经没有记载。好，我们不知道。好 ，OK， 是不是有必要追求说方言的恩赐？你认为呢？好像我是来自那种教会，初的开始的时候就说，我除了洗礼外，我一定要有就是圣灵的洗啦。然后呢，他就会教我，那个是30多年前，我相信现在也是一样的啦。一定要不单是要我懂得讲，所以。开始的首10多年，我们都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也从来没有去问啊，我也从来没有就是这样顺理成章就这样了，直到我去了这里我要说哈，不是批评别个神学院，我觉得你要考虑的话，去三一神学院或者新加坡神学院这些比较我们有公认的哈公认的那个比较是正统的那一种哦，一开始的时候我领受的是另外一种哈直到我去那边我的反思，因为这种习惯里面是很难改的。坦白话说，虽然理性是告诉我圣经这样讲，但是我实际的经验又不一样哦，那怎么办？很难就有那种张力了。但是我到最后，我只是跟神说，要经过很长的时间呢，我还是要受你支配了。现在不是我的感受这些。Anyway， 我们就来看一下，是不是有必要追求说方言的恩赐？你觉得有必要吗？既然是上帝说讲方言是一种恩赐，我的被教导是你一定要追求的，说方言也是我们得救的那个印证。 By the way， 这个是错哦，我们得救的印证不包括了你一定要说方言。假如有人说你得救你没有讲方言，那你的这个救恩是有问题，你就要马上知道。记得牧师说，这个是完全是错误的教导，不是异端会这样跟你说。你得救，你的救恩是要懂得讲方言，这个是错误的教导，完全错误的教导。好了，我们就来看一些经文。我有一本超级好的那个参考书哦 ，commentary 哦，是最好的。那个书呢是什么呢？就是圣经。我们已经来讲经，来翻那个圣经了。刚才我提到了提到讲方言就是除了使徒行传，再来就是哥林多前书12章到14章，全部你要知道都在里面。是不是有必要讲方言？哥林多前书14章第9节，他说：如果用舌头发出人听不懂的话来，人怎么会知道你所讲的是什么？这样你们就是向空气讲话。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说向空气讲话的那个经验，尤其是父母的心声就会知道，跟你孩子讲话
哦，就好像跟空气讲话一模一样了，置之不理的那一种了，哦。OK， 然后呢？所以说方言的应当祈求。保罗现在没有否认你不可以讲，他说 Go ahead， 你讲，但是他说说方言的应当祈求，使他能把方言翻译出来。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在祷告，我的理智并没有作用的。保罗说，那么我应该怎样行呢？我要用方言来祷告 Go ahead， 但也要求神啊，你给我有理智，不是像哦醉酒这样不知道我怎样做什么。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理智。还有呢，是不是有必要讲方言呢？求方言的恩赐呢？我感谢神，保罗说，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这里比较多。哇，你有 support 了。保罗讲有没有讲方言？有，但是呢，在教会中，我宁愿用理智说五句话去教导人，胜过用方言说万句话。保罗没有否认讲方言的这个恩赐，但是他说呢，在一个公共场合里面呢，你不要同声讲啦，这个是圣经所讲的。所以或许你的经历里面呢，就是跟圣经为什么有不一样呢？那你最后你要自己做一个判断哦。他说，所以如果全教会聚在一起的时候呢，大家都说方言，在我们这里每一个人呢，我们都开启方言来，你说牧师是对还是错？你自己做下判断。有不明白的人或未信的人进来，不是要说你们疯了吗？再来呢，他说如果有人说方言，只可以有两个人啊。他就讲了，你要讲方言可以，要有规矩，要有秩序，或最多三个人，并且要轮流说，同时要有一个人翻译。如果没有人翻译，他就应当在会众闭口，只对自己和对神说就好了。这个是圣经这样说了。所以呢，假如你去到一个场合全部都是一起的，那怎么办？你觉得跟圣经有没有出入？你自己做判断哦。所以我说，我们不要让我们的传统，我们都是一个传统的人啊，我们的经历，尤其你启蒙的教会，我启蒙的教会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我当然就是会影响我很深嘛，对吗？这种是很自然的。但是为什么我一直说你一定要让圣经到最后它是掌权的了？圣经只有人可以行神迹，另有人可以行神迹，另有人可以讲道，另有人可以辨别诸灵，也有人说各种的方言，也有人能翻译方言，这一切都是这同一位圣灵所做的，他按照自己的意思个别分给个人。为什么我会把这节打出来呢？我觉得这一节也是重要。他这里告诉我们，追求属灵的恩赐呢，其实到最后呢，圣灵会按照自己的意思分给人。换句话就是说呢，有一些恩赐 by all means 你是追，主权是在圣灵那边，他未必给你。假如你说圣灵是要每一个人都是有的话，那你跟这一节就有冲突了。圣灵按自己的意思，不是你自己的意思，看到吗？这个好了。另外一点呢，或许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我们说 OK， 我没有在大庭广众讲，然后这里就说原来说方言的人不是对人说，而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能听得懂。我说方言是造就我自己，因为我跟神说吗？我的灵跟神说吗？但那讲道的是造就教会，因为讲道的你们听得懂吗？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但我更愿意你们都讲道，因为那说方言的如果不被翻译出来使教会得着造就，就远不如那讲道的人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其实坦白话说，这里有一节也是蛮有一点正义性的。他说我说方言是造就自己，没有错，因为这个是上帝的话嘛，我自己要训练，我们有这个习惯，在家就是在讲，把这节告诉我们哦，的确是跟神说。但是呢，这一个跟神说这句话哦，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的这个，所以呢，你不可以期待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讲。
OK， 我们教会是很多都是不同的宗派的人，我们都很尊重，不管你的神学立场是什么，我们至少我肯定是尊重你。有讲方言 so be it， 但是在教会里面我们不允许，因为我来的第一天或者是第一星期我已经把它列下，我就会知道一定会有冲突的。我的确开始有人说我没有方言，所以我没有圣灵在我里面。当然那个女士她已经回天家了，她跟我讲我没有圣灵 doesn't matter。 我的意思是说什么呢？我的意思是说在教会里面你要讲方言，比方说哇牧师我已经唱过灵歌了嘞，我只是没有灵舞给你看而已。坦白话讲了 I respect you， 但是你千万不要讲大大声，因为你不好让撒旦来使用你。为什么我这样说呢？我不现在不是说你讲方言撒旦来充满你，我不的意思，你不好在敬拜的时候你不小心落入了让人视线全部注视着你。我们敬拜我们要知道心态是来荣耀神，你不好突然间一个标新立异的东西，我每一个人的 spotlight 在照着你的时候，其实我是害了你。假如我允许你的话，我是害了你。每个哇这个人这么特别的属灵啊，他有特别的那个 power， 我们全部人没有，我们不要。你要讲的话你小小声，你就不要把注意力放在你的身上的意思啦，对不对？我们不要让人家来注意我们，我们不要，我们要人家注意神嘛，对吗？所以呢在家你要讲 by all means 啦，因为圣经也没有说你不能够讲嘛，对吗？但是在教会里面你要讲释放方言里面，我开始的那个教会第二间的时候他们有讲方言，但是他们也有翻译，坦白话说是有翻译啊，那个说因为没有抵触圣经吗？但是我们有没有啊，这个都是要严谨一点啊，我的意思要有那个方那个 OK。 那这里有一个问题就说到，那我们要不要追求圣灵充满呢？要不要？ Yes or no？ 要，肯定要啦，一定要，这个要 OK。 这边呢你听下去之前你要记得圣灵充满不等于就是要能够讲方言，记得OK。 我再问，圣灵充满是不是你就要会讲方言？ Good 啊，圣灵充满的表证不是说一定要能够讲方言，因为这个是错误的教导，我们老一代的人他们这样教导我，我也这样照单的领受。哦，你有圣灵的话，你圣经有记载了那个耶稣是受约翰的洗嘛，然后呢我们要受圣灵的那个洗。在第一章的时候其实我又讲了，你忘记你再去看那个看的，我们肯定要被圣灵充满。 OK， 这个经文我们不陌生的作者呢保罗就把圣灵跟醉酒做了一个对比，不要醉酒，酒能使你放荡乱性，却要让圣灵充满的意思就是呢，一个让圣灵充满的人呢他们是清醒的，一个被酒充满的人他们乱了阵脚，他们是乱性，他们不可以控制自己，所以肯定要了。OK， 所以我们信了耶稣过后，做了决志祷告过后呢，圣灵就内住在我们的心里面了。OK， 所以神学101啊，我们信了耶稣接受过后，你里面有没有圣灵？有。信了耶稣圣灵就内住我们，这边有很多经文了，圣灵的印记啦，有内住，这些你都可以去看那个里面。然后呢圣灵过后他就说你我们啊行事为人啊不要不要叫神的灵担忧这些等等，要让神的灵住在我们心中掌权这些。简单一点就是呢，我们信主过后呢圣灵就内住我们。OK， 记得啊 ，Point number one，Point number two， 圣灵充满是要常常每一天的 ，All right， 就可以哦。然后呢，John Stott 这个是我们读神学的人都不可以说高级了，是真的是德高望重的一个神学家，几年前也是过世哦。他就讲，假如没有圣灵的话，做基督徒的门徒变成一件不可思议甚至是不可能的事情，没有赐生命者便没有
这个生命。没有真理的灵便不能够明白真理，没有圣灵所赐的合一便没有团契，除去圣灵所结的果子以外呢，便没有像基督的品格，没有圣灵的能力便不可能产生有效的果效。讲简单一点，就是一个人假如是没有灵魂，就是一个尸体了，就是一个死了的人。一个教会假如没有圣灵的话，这个教会是活还是死的？死的，就是完全死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还有另外一个，他说没有圣灵所赐的合一，这个的意思就是那个保罗神说到这个合一啊，就是代表我们人是没有合一的，没有合一的。你不要以为我们人会合一 ，no。所以神说呢，你要竭力保守那次合而为一的灵，就是要保守它。有合一，我们要保守，不要去破坏它。那谁能够得到圣灵的充满呢？就是那些守节心清的人，有信心体贴圣灵。这边有几大点你们可以回去去看就是那些体贴圣灵的人，就是圣灵你活出那个八福的人生啊，或者是呢圣灵的果子，你不要圣灵跟你讲一句你偏偏去行另外一件事情，顺服的心顺服的心，遵守上帝的教导，高举耶稣基督的人。所以呢这里一个总结就是圣灵在圣徒身上的工作这个很重要。你去上考场的时候呢，你在你的 reflection 你能够写出这些，我肯定你一定可以拿到 A 的，肯定 100% 可以拿到的你要看一个人，当他说你要圣灵充满的时候呢，你一定要回到这个。当然还有很多，我这里只是我的理解一定跟这个有关。因为呢初初的时候呢，他提到圣灵的时候呢，就是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等等这些地方都是提到就是传福音的。因为耶稣已经升天了吗？他就是门徒就是套我们新加坡话就是呢要他们几个播种，对不对？是吗？耶稣升天了不是说你要去继续上帝的工吗？但是他没有让我们门徒自己一个人做，乃是他差派了圣灵给我们嘛，对吗？所以呢一个圣灵在我们的身上的工作一定跟传福音有关系的，还有圣徒的相聚建立主的教会，培养主的门徒，悔改谦卑，活出圣灵的果子，渴慕神有直接的关系，一定跟这些跑不了，一定有的。还有另外一点，我现在想起来上个礼拜天吴牧师讲的道里面，他就提到这个谁啊，那个Nebuchadnezzar 那个王，不是要来刁难那些要懂得为他来解梦嘛，对吗？然后来到这个但以理的时候，哇，但以理不是祷告咯，叫他的人不是跟他祷告咯，然后他回应那个王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就是圣灵，他就圣经啦，他就用那个字说威严啊，有一个婉言这个字，就是很有智慧的话去回复那个王，很会啊，那个就是圣灵充满。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其实在我们的当中里面，我见证有很多圣灵充满的人，未必他们就是我们想象中哇讲预言啊，讲这个什么什么，这个有的没有，讲到一大堆的东西的，未必，真的是未必，就是谦谦卑卑忠心到底忠心到底的人，这些人是真的是我的动力来的。我感谢上帝前几天有这个福气去出席了这个胡明器牧师的那个结婚60周年，能够走到60周年真的是不简单我们知道我们在这里呢有很多弟兄姐妹们都是在他的带领下得到很好的那个牧羊了。我真的在那边我真的感触很多了，整400个人出席，他的名声对我来说，这种就是一个圣灵充满好名声。
有一个很好的名声，没有什么炫耀，就是忠心到底。听他的那些跟在他年轻的时候牧养过他的人都说，哇，牧师很努力啊，啊，怎样怎样怎样啊，这个就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人。你不必要讲那一大堆让人家刮目相看， No need lah, please。 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啊，你要把 spotlight 放在耶稣那边。这个人忠心恳恳，就是一心一意，就是带领神的教会了，没有说要求这个要求那个，就是这样，圣灵充满的人。所以很感恩，这些都是我们效法的那个对象。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圣灵是什么？它代表了这个能力，Dunamis 的意思包含了权势、能力、力量。今天我们要问我们自己的，或许在我们当中，我们说我们已经信了耶稣，我们知道有圣灵，但是我们就是活不出来。我们的那个服事的生涯里面呢，很多时候是力不从心，甚至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在财务上、我们在很多的那个方方面面上，我们已经信主很多年，但是我们就是缺乏了那个圣经所描绘的那个能力。这个能力不是我们知道，不是我们肉体的，乃是我们知道，虽然我没有讲所谓的那个方言， No， 我知道很多事情如果非耶和华在我身上，我真的是行不出来啊。那个就是圣灵。所以呢，有一句话说到一个经文，撒加利亚说到，非靠势力，非靠才能，乃是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超级喜欢这个经文，的的确确我的生命上，我觉得这个经文就是我的那个中心的其中一个。我不是人家所说的我可以跟那个，但是在我的小小点点滴滴上呢，回看的是，哎，真的我不能够嘞，为什么过后，哎，我能够呢？啊，一定是有圣灵，圣灵在我里面动工。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不管你的情况是怎样，你身处在怎样的一个，或许面对一些难阻，或者是你现在要一个突破的话，我为你祷告。好，就是我们求圣灵大大再次的充满我。我刚才讲了，我们这个圣灵内住是一次罢了，但是圣灵充满是要常常的。我们要圣灵充满，我们就要洁净我们的灵，要有谦卑，我们要真的是降服，我们要遵行上帝的道。这个就是一个吸引圣灵在我们身上成全他每事的功。不管今天你在什么领域里面，我们求神让我们的生命呢能够经历圣灵的大能，以致我们可以很有效的向世人来宣告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被圣灵充满的人有什么样的特征呢？你觉得他有身上有哪一些特征啊？那一个人你可以看到他的身上散发出基督的馨香之气，散发出那一种谦卑，那一种渴慕神，那一种常常都有神观念的人。你从他的谈话当中你会发现，这一个人呢，是一个很少讲自己的，乃是一个人就是常常要见证上帝的人。这个就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人。不要看那种外在的，我能够 做这个转，不是那一种，是里面的，从里出外的。请分享你一个你很想圣灵赐你能力胜过的挑战，或者是在 感情方面，或者是在你的财务方面，你的健康方面，好，甚至是说你的读书、你的工作、你的方向、你的未来，在哪一个环节你卡住，好像一直动荡不得，你求神今天透过他的圣灵，就在五旬节降临下来的时候，他说我们领受这个能力的时候呢，我们要领受。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再次的感谢赞美你。主啊，你升天过后，你不是留下你的门徒、你的百姓在地上，乃是主你赐下了你的圣灵与我们
每一个人。你赐下圣灵保惠师来帮助我们，启示我们，带领我们。主，赦免我们曾经为了外在的彰显而错误的渴望圣灵的充满。今天我们知道圣灵来是为了帮助我们，首先对付我们的罪和肉体，因为我们知道若是我们满身有罪的话，试问圣洁的灵怎样能够在我们的身上成全上帝你的事呢？因此帮助我们，让圣灵在我们的身上掌权的时候，我们愿意以神的国来对齐。亲爱的圣灵，我们愿意经历你十字架上的破碎，愿意在接下来日子里面求圣灵带领我们。我们感谢你，因为当你的百姓合意聚集在这边的时候呢，主你自己说天要敞开，你的道要传遍，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渴望，渴望圣灵，渴望圣灵充满我们，以致我们喜乐的江河能够从这里流到我们的家庭，流到我们的学校，流到我们的职场。荣耀主你自己的尊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让我们一同起立，以这首诗歌在这里来回应今天的祷告。是自由的灵，你就在这里，在一遍一切，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职场，在我们的学校，圣灵自由运行无止境。
让我们有这个移山倒海的信心，不让我们的环境吓倒我们，乃是主我们坚定的信心不断地升起来。主，我们期待伟大的神在以便以谢所要做奇妙的大事，有眼的，有耳的，有心的，我们要来见证，因为你是伟大的神。但是我们的心被封闭了，我们的眼睛被蒙住了，耳朵也被那世上的声音而盖住。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我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保惠师的感动，常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感谢主，再次的荣耀给我们的神。大家请坐。好，谢谢我的 K 歌。好，现在谢谢大家，请你们给我的 K 歌。可以的话给我们多20分钟，15到20分钟，我们